让一下，快快快！大人无所谓，保小孩。一定要保孩子，孩子是第一位的。妈，您喝水。你想烫死我呀？啊、妈，我没有。还嘴硬。对了，检查结果出来了吧？给我。你居然不能生了！妈，你听我解释，是因为陈凯。哎，老公，我们去。你们在我床上干什么？这个床垫好舒服，我可以常来睡睡吗？你不要脸！不是你，你干嘛呀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没法给我们陈家传宗接代做诋毁。妈，我不会离的。不行，必须离婚。老公，你说我娶你有什么用？家务家务你做不好，生意生意帮不上忙，现在连个孩子你也生不出来。老公，我一毕业就跟着你了，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，你不能因为一张简单单就跟我离婚吧？起开！喂、啊，什么？什么？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公司面临500万的资金短缺，下个月如果还不上，公司就得破产。这么严重吗？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，什么忙都帮不上，还净添乱。都别说了，我找不到新的投资人，不仅公司要破产，催债的也会上门赶人呀。啊，那我们当时住哪儿啊？你说你当初听妈的多好啊，以你的条件妥妥娶个白富美，傍上个有钱亲家。你倒好，非要娶这个扫把星，关键时候一点钱都拿不出来啊。这个时候你就别说了。老公，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点饭。别烦我，秦凯。啊，我出去见个老板。还要去做饭去？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都说了不要打扰我。大小姐，老爷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您作为长女，理应回去主持大局。舒管家，我没有时间回去帮他，我有自己的家庭。你快走吧，别让我婆婆看到了。好吧，大小姐。哎，等等，你想通了吗？当初我妈留给我的300万嫁妆，你转到我卡里。大小姐，那钱您当初让我帮忙做理财，现在大概有2亿。有这么多？现在大概有2亿。有这么多？太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老公生日快到了，你帮我准备一块手表。这个容易，最新款的劳力士半小时后会送到您手里。这儿太吵了，我们换个地方继续玩。你好棒呀！哎呀，走吧。看来得早点把钱转给老公，这样他就不用辛苦应酬了。放开我老公！哟，这不是我们高中的美女学霸吗？怎么其实变成一个黄脸婆了？怪不得你不想回家呢。让你见笑。你们喝酒用酒我管不着，但是注意点距离。你给我闭嘴！顾小姐可是我新拉的投资人。投资人也不能拉拉扯扯的吧？你老公是个泼妇吧？我这手还怎么给你签合同啊？哎呀，对不起，顾小姐，这是他不懂事。闭嘴！老公，这投资我们不要了。
500万，这月底我就把钱打到你卡上，一分不少。我让你道歉，谁让你说胡话？陈凯，你要不要带他去看看脑子？500万可不是500块啊！我要是能拿出来呢？你拿个屁呀、啊！赶紧骑着你的破电动车，给我回家，滚啊！真是长本事了啊！竟敢在投资人面前坏我儿子好事！妈，我是看陈凯和那女的搂搂抱抱气不过，而且这500万我能拿出来呀、啊！够了，我认错还狡辩，哼！我儿子心软，我是他妈的帮了，你今晚就给我滚外面出去！哎，陈凯人呢？啊！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陈凯人呢？给我滚出来！你们这是强闯民宅！宋星儿，是你故意放他们进来的吧？妈，我没有，我拦不住他们呀！哼，要钱没有，要命，就把他带走吧！对对对，我现在手头紧，实在不行，哎，把他抵押给你们。老公，我这月底就能把钱拿出来，你要相信我呀！哟，这小娘们没一句话是真的，这胸倒是真的啊！带人走，带人走！啊，我求求你了，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？我到月底就能把钱拿出来。有钱现在就给我拿出来，要不然今天晚上你就是我的了。等等。大哥，大哥，这块玉镯你们先拿回去，到月底我一定能把钱拿出来。这玉镯水头不错呀，行，这次就放过你们，兄弟们走。你哪来那么值钱的镯子？之前怎么从没见过？我想起来了，你昨天说出去找工作，结果一天都没回来，是不是出去卖？你给我戴绿帽子吧，老公，你误会我，那镯子是我母亲留给我的。谅你不敢。行了，别哭丧个脸，赶紧做饭去，一会儿有贵客要来，我出去买点水果。还不回去？我看门没关，我就自己进来了。这是我给你送的礼物。给我的？哇，老女士，顾小姐破费了。说什么尖锐的话？我给你带什么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喇叭在。那不是更刺激？老公，我差点忘了这。老公，我差点忘了这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陈凯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瞎闹什么呀？没看见我跟顾小姐正在聊投资的事？你们这是在聊投资吗？还约在家里面。是我考虑不周了，既然你老婆这么不欢迎我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投资的事情尽在房管。哎，顾小姐，她就一个成天洗衣做饭的人，什么也不懂，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我没有怪她，是她怪我了。好在这个表挺适合你的，我也算没白来一趟。我老公还轮不到别的女人来送礼物，拿走你的破表。你知道这块表多少钱？顾小姐的一番心意被你曲解成这样，男人是需要一块好表的。我这也是为你老公好，你既然这么不欢迎我，那我这就走。别！该走的是你这个祸害。顾小姐是我请来的，是陈家的贵客，不想滚出家门，就去把水果给切了。呸！丧明星一个，你尽快把婚离了。怎么要离婚？嗨，别提了。那女人呀、啊，就是一只不能下蛋的母鸡，生不了孩子，那不是有缺陷的女人吗？这怎么配为人妻呢？这还不如老老实实当一个保姆得了。你还别说，那女人呀、啊，做家务还真是一把好手。
管家，我可以为宋家主持大局，条件是要让地花集团终止与顾源的一切合作，要让他跪下来求我。来，尝尝这个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得先接个电话，是地华集团的来电。是那个全国排名第一的地华集团。喂，你说什么？什么好事啊？没什么，就是一些合作上的事情。你笑什么？人家顾小姐能和地华集团合作，你呢，只会在家吃白饭。我先走了，我还要跟地华集团聊一下合作的事情。我快送送顾小姐。啊，对对对，顾小姐，我送你。地华集团确定换掉我们了？确定终止合作了？好像是地华的新总裁拍板的。难道是宋家的大小姐上任了？我听说下周地华的发布会，新总裁会到场，并选出新的合作伙伴。这么说。还有挽回的余地，我得亲自去保护他。哎，老公，你今天不去上班吗？上什么班啊？顾源说好投资没了，公司也快没了。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哎呀！喂，树管家，我老公的事情你安排一下。嗯。喂。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儿子？妈，地华集团主动给我发来的发布会的邀请函，公司有救了，你儿子又翻身了！我儿子真棒！老公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可以的。别跟这马后炮啊！说好的500万，到现在一个子儿都没进，到最后还得靠我自己。其实是我。其实是我管什么我？活干完了吗？儿子，妈和你一起去吧。妈也想看看全市第一的地华集团能阔气成什么样。妈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儿子有邀请函，想带谁去啊？带谁去？还是我儿子。以后我们不让进。你说你跟着干嘛呀？这种场合是你该来的吗？妈，这待会儿应酬，我要喝酒，你又不会开车，星儿可以送我回去。那正好，你回车里等着，等我们出来了再找你。去去去。哎，树总，我敬您一杯，这合作的事儿还要请您。树总，都说呀，您是地华集团下一任新总裁呢。我敬您一杯。爹，这人是谁呀？一股穷酸样，他怎么到这里来了？怕不是打扫卫生的，走错楼层了吧？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啊，快出去！怎么都跑进来了？我没有。哎呀，你的儿子远点，还想暴动呢？上不了台面了你。树总，我们继续聊。总裁。总裁，他总裁不喜欢有人在店会上闹事，请你们安静一点。好嘞好嘞，谢谢舒总提醒啊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舒总叫的丧门星呢。呀，就他那样，怎么可能是总裁呢？哟，瞧你这身打扮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来兼职服务员了呢。怪不得你老公不带你一起的，请顾小姐让一下，你偷溜进来的吧？要不然你求求我，我看在以前老同学的份上，我就不喊保安赶你出去了。求你，我看你穿的不美，想的倒挺美，你就等着被保安赶出去吧！你保安，谁给你的胆？在地华的酒店对地华总裁大呼小叫的，总裁，大小姐让您受惊了。不可能，一个你看不起的家庭主妇居然是地华的总裁，
对你来说当然是不可置信的。怎么，打击太大了是吗？要不然洗把脸冷静一下呀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是我狗眼看人低。什么有缺陷的女人、保姆，那些话我可都听得一清二楚。我看你不仅生了对狗眼，还长了张不会说话的狗嘴。对对，我是狗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原谅我吧。关于合作，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合作就免了，如果你以后再敢勾引我老公，我就让你雇员身败名裂。顾小姐，怎么这么着急呀？不如我们聊聊。你是宋家二小姐？老公，恭喜你啊！还好意思恭喜？你差点坏了我儿子的好事。妈，儿子，我刚看舒总特意找你聊了，这合作是不是稳了？哎，八九不离十吧。哎，妈，我要早知道这舒总这么欣赏我，我还找什么小公司，直接跟地华公司拉投资了。还有你，让你在外面等我，这么委屈你了，还非跟见我。对不起，其实我……哎，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开车去啊！快过去！哎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陈凯也来参加同学聚会了。陈凯现在可不得了了，听说被地华集团看上了。哇，地华可是上市大公司呀，以后你老婆可跟着你享福喽。哎，陈凯，你有钱了也给你老婆打扮打扮呗，不然住这副穷酸样，哪儿配得上你现在的身价呀？这再怎么打扮，土鸡也变不了凤凰，哪个大老板不是三妻四妾？陈凯，赶明儿我给你介绍个年轻貌美的啊。你们男人啊，有钱就变坏。要我说啊，星儿只是在家当黄脸婆当惯了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以后这陈凯身价可不一样了。要不我给你介绍几个上流社会的富婆认识认识？这个主意好，让星儿聚聚他一身的土气。我去趟洗手间，你们先聊啊。老公，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地华新上任的可是个女总裁。我不仅听说了，我还有她的联系方式呢。哦，是吗？你还认识她呢？也别富婆了，就这个地华总裁吧。你给她打个电话，介绍给我认识呗。你是在质疑我撒谎吗？既然没撒谎，那你现在就打呀。苏星儿，你的手机怎么会响？巧合吧？难不成他真是地华女总裁？各位老同学好啊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如果我是土鸡的话，那你们是什么？佳怡吗？不，这不可能。老公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不会是号码错了吧？要不再打一次试试？别浪费电话费了。我现在没空和你们扯，我要去找陈凯了。怎么办？难道他真的是新上任的地华总裁？我们刚才那样得罪他，他不会报复我们吧？你一个男的怎么比我一个女的胆子还小？要我说啊，这事儿还不一定，跑这么快八成是怕我质问他。老子这么个人中龙凤，给宋星儿那个黄脸婆确实可惜了。好久不见啊，最近怎么样？哟，好久不见，这顾小姐真是大忙人呐，说消失就消失，花儿我都不知。抱歉啊，前段时间公司出了点意外，我是故意不理你的。行了，不怪你，我最近呀，也正忙着地华公司谈合作。你可真厉害呀，我就说嘛，陈总你一定能行的。要不要一起喝一杯啊？行啊，就找个地方喝一杯呗。老公你终于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老公也能认错？老公也能认错？真的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过去你不认错？神经病啊！老公，
老公，你怎么又和他勾搭到一起了？你跟过来干什么？还嫌老公给我丢人吗？老公，那些人上学的时候就爱乱说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而且，你就算生气，你也不能偷偷跑出去找他呀。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你有没有想过我刚刚经历了什么？你看你这身打扮，你再看人家顾小姐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吼啊？顾源，这么快就忘记我跟你说的话了吗？说什么了？我只记得你吹牛说要拿出500万，钱呢？居然装作不知道我是地华总裁，还想逼我在陈凯面前暴露身份，这顾源到底在耍什么花样？我老公的合作是我找地华的人帮忙牵线搭桥的，这不比500万重要吗？什么？地华是你牵的头？对，我一个朋友是地华的高层。哟，之前就听陈凯说过，你突然拿出一只昂贵的玉镯来比价，那这个玉镯会不会是地华的某个男高层送的呀？宋星儿，你口口声声说我跟顾小姐是什么？我看你是做贼的还是抓贼？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。如果你敢出轨，我立马跟你离婚。老公，我不可能背叛你的，我朋友是个女的呀。陈凯，这种话你也信吗？我看啊，最好是找个时间单独约出来见一见，否则啊，他什么时候给你戴了绿帽子你都不知道。到了。顾小姐说的对，如果你没有背叛我勾引男人，为什么这么好资源你不介绍给我啊？老公，你到底想跟谁说话？我才是你老婆，人都是当不怀好意。你被人抓了绑定，还当人面说人坏话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女人了？我给你一天时间，就一天，明天把人给我约出来。你要约不出来，咱们民政局离婚。老公，你等等我，老公。不能相拥，听到开满花，最怕见天地。朱管家，帮我查查顾源到底什么来头，最近有没有和宋家的什么人联系过？宋小姐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方法对宋星儿使用了激将法，到时候他肯定会为了他那个不成器的陈凯放弃总裁的位置。你以为他老公是个蠢货？如果知道宋星儿是地华总裁，还不得把他当宝贝疙瘩握在手里？宋小姐说的是，那我想让你陪她老公睡一觉，牢牢地抓住他的心，然后让那男人把宋星拉下总裁之位，这样我就能坐收渔翁之利了。我明白了，宋小姐，那你答应我的好处，放心吧，少不了你。宋星儿，把这汤药喝了。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汤里加了蜈蚣腿和老鼠尾，对治疗不孕不育那是一治一个准儿。妈，这东西可不能乱喝。哼，你这不下蛋的母鸡还敢对我讨价还价了？听妈的就给喝了，这妈还能害你不成？妈，我不喝，我去洗衣服。这个时候你勤快什么呀？你就这么想我什么？你要不想生咱们趁早离婚。来，张嘴，给我喝喝喝。查的怎么样？宋小姐她，快说。宋小姐在经常被陈家母子屈辱，甚至有时会大打出手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人呢？怎么还不来？老公你别着急，咱们再等等。地华的人业务这么繁忙，人家这次也是抽空过来的。我就不忙了是吧？宋星，我看你就是故意拖延时间，到时候随便找的，过来给我演戏是吧？不是这样的，今天要么来的人是地华女总裁，要么就等着离婚协议书，要么就等着离婚协议书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他们打电话催一下，你放心，等地华的人来了，你再好好跟他们谈一下合作。能不能合作我不知道，到时候别来的是奸夫就行。顾源，
怎么还敢来啊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呀，是你的亲亲老公邀请我一起来见帝华的高层。我警告过你，如果再敢勾引我老公，我会让你身败名裂的。帝华的总裁就是厉害，不过再怎么牛，你敢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陈凯吗？在一起睡了这么久的枕边人，居然瞒了这么久，公司深陷危机，看着他干着急却不管不顾，你觉得他会原谅你？我们的事不用你管。我只是身为老同学关心你啊。昔日的高冷女神，如今变成一个提心吊胆的怨妇，好可怜哟。你星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陈凯呢？你们毕竟是夫妻啊，你觉得他处处都要靠你，但是你不能在我面前这么贬低陈凯吧？你要是外边有人了，你就把陈凯让给我好不好？我是真心喜欢他的。你要不要脸了？星儿，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？顾小姐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不要对我的客人动手动脚。老公，够了。是顾小姐喜欢我，但这又有什么错呢？啊，你如果再这么委屈她，你就给我滚回家去。你就给我滚回家去。老公，你宁愿相信他，你都不相信我是吗？我亲眼看着你打人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是他故意激我打他的。够了，你现在赶紧打电话，你的人如果再不来，我就带着顾小姐去医院了。快回去。对不起大小姐，我来晚了。行了，我让你查的事儿呢？顾源那个女人最近私下和二小姐来往不少，就猜到是那个女人，看来这是看我回来继承家业坐不住了吧。大小姐，老爷最近身体每况愈下，他担心不能照顾你周全，所以他想让江大少爷来帮。江天灵和我订过娃娃亲那个吗？是，我的事不用他操心，更不用别人来帮忙。行了，快跟我进来吧。老公，他根本就没事，你干嘛还这么关心他呀？你怎么还好意思说？人家不追究你责任就算了，你还搁这乱吃醋。姑爷也太不检点了，就这长相和德行，给我们家小姐提鞋都不配。看来陈先生在忙呢。我来的不是时候是吧？舒总是吧？是陈天辉想见过你，幸会幸会。你慢坐啊。帝华不是只有陈先生公司一家独大，很多事等着我处理的。我今天抽空来是看在他朋友的面子。对对对。我们家星儿平时在家就是个家庭主妇，没想到啊还有舒总这样大人物做朋友，真是享清福了。你娶了星儿才是好福气，该好好珍惜。是是是。不过你身边这个小姐没记错的话，我应该也认识。是，这位顾总呢之前和咱们帝华也是要准备合作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顾小姐能力不错，可惜没用到正经。帝华向来洁身自好，所以我提前结束了和他们公司所有合作关系。不过陈先生似乎和他的关系非常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只是认识而已。既然帝华的人这么不待见我，那我走就是了。舒总啊，别被这些不相干的人影响了心情。哎，咱们继续谈合作怎么样？没想到你朋友的帝华这么有话语权。哎，我之前还以为这签署的合同到最后啊还要等一段时间，谁知道今天就签成了。现在你总该相信我没有帮到他了吧？相信。哎，你说你认识顾总这么厉害一朋友，为什么早点相信？你说你要早点介绍给我，我至于被那些催债的找上门？我你啊跟顾源在门口说那些话呀我都听见了。
你呀、啊，跟顾源在门口说那些话呀，我都听见了。哎，你不会是故意让我出去？老公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你不要听顾源胡说，他这个女人心机很深的。行了，我看你心机也不浅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之前隐瞒的事儿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不过以后啊，一定要在舒总面前多多提我们联系，为公司多拉几个好项目。老公，你就放心吧，有我朋友在啊，你的公司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哎呀，谁呀？我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回去一趟。你自己打车回去吧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。回去之后呢，多买点什么海鲜啊、排骨什么的，给妈做点好的。妈年纪大了，别老跟她吵架啊。我先走了。知道了。凯凯，我的脸好像肿了，你来帮我看看吧。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来接你啊。凯德大厦，你把车开到地下车库，我来找你。我新买的裙子好看吗？你这脸……我不这么说，你怎么肯来找我？陈凯，其实我一直对你有好感，我不信你看不出来。顾小姐，这以前我跟帝华公司合作的时候，你对我可没这么热情。这现在换我跟帝华公司合作了，你这主动贴上来，你这心思未免也太明显了吧？所以说嘛，还是你懂我，我们才是一对。那宋星儿根本就不适合，她只适合在家做饭、拖地、照顾你妈。我听说你明晚有个商务宴会，你难道想带宋星儿出去丢人现眼？这样吧，我把自己介绍给你，凭我的长相和身材。你带出去啊，有借有面，怎么了？难道你还想拒绝我呀？这借之前，我的心电也过呀。去我家吧，那里安静，没人打扰。走吧。全身都是这股骚味！着什么急啊？是不是很久没有工作了？那就不死你，哪有你闲的？小宝贝儿，你要干嘛？那我就让你感受一下活鱼是什么样。来吧。哎，老公，你回来了，今天怎么这么晚？我。老公，你这衣服上怎么有香水味啊？你这衣服上怎么有香水味啊？这么多干嘛？累一天了，我先睡了。老公，要不先让我去试试？我不说我累了吗？而且大夫说了，你生不了，能不能别跟白飞一起了？医生说的也不是绝对的嘛，我想给你生一个孩子，我们再试试好不好？生生生，就知道生！哎，你连妈都照顾不好，你生什么孩子？而且你怀孕了，坐月子，妈的生活谁来照顾啊？我是你老婆呀，我又不是你保姆。行了，别哭。大夫既然说了你生不了，那你就死了这条当妈的心吧。老公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昨天晚上到底跟谁在一起？是不是又是那个顾源？你能不能别整天疑神疑鬼的？就因为顾小姐长得比你漂亮，比你好看，就成天嫉妒她、诋毁她，是不是？我诋毁她？大清早吵什么吵？帮我儿子搭了个关系，就以为自己是家里大功臣了，敢对我儿子大呼小叫是吧？没有你，我儿子照样可以。
没有你，我儿子照样可以。没有我，陈凯还真的就不可以。帝华从不会去给人收拾烂摊子。既然妈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就不管了。你等一下给陈凯公司打电话，就说合同还有点问题，合作需要暂时搁置。好的。对了，大小姐，你之前的两个亿资金回笼了，需要继续帮你理财吗？不用，那笔钱留着，我还有用。什么？帝华要终止合同？陈总，帝华的人说合同有点问题，先不签约了。昨天不还谈得好好的？听说合同啊，帝华总裁亲自看了，给卡住了。妈，儿子，怎么了？帝华的人怎么说反悔就反悔呀、啊？哎，行，和帝华的合同又出问题了。哎、你能不能问你那朋友，到底哪出问题了？这合同怎么说停就停呢？我问问他。问他有什么用啊？不就是一个给帝华打工的吗？儿子，要不你亲自去见一下帝华的总裁？妈，这帝华的总裁我怎么能说见就见呢？老公别急。这件事儿啊，我朋友肯定能办妥。好，瞧你那个装模作样的德行，我就不信了，就你这样还能交上什么通家的朋友？妈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现在当务之急是先解决合同的事儿。解决了？喂？哎，哎，谢谢啊。行，你这个朋友是帝华总裁心腹啊，这一个电话就解决了。哎，还说下周要带着我亲自和帝华总裁谈项目。他呀是挺有话语权的，以后你公司再遇到什么事儿，我还让他帮忙。谢谢老婆。那个，哎，我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你跟妈在家好好吃饭啊。哎，老公，我先走了。你们吃完饭再走吧。有点不对劲，这大周末的饭都不吃。这么着急是去见谁啊？不行不行，我得跟去看看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还没有给我端饭呢。小宝贝儿，谁呀？有完没完？喂。喂，老公，你去哪里了？忙着谈事儿呢，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，行不行？德六，大忙。啊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快去洗点水果给我们端上来。妈，我有点不舒服，你们自己看着弄吧。我先回房间了。你说什么？哟，这是去哪儿鬼混了呀？注意点儿，别把地板给我弄脏了。去，换件衣服给我们弄水果。妈，你一天到晚就知道使唤我，就从来都不管你儿子。你知道我刚才出去看到什么吗？陈凯竟然进了别的女人家的门！你少诬陷我儿子！让你干点活儿，你还不乐意了是不是啊？故意当着我朋友的面给我难堪着！装，你还给我装！赶紧起来，滚出去，给我买水果！你关键二媳妇挺有经验的，让她干什么她干什么。快分享一下你经验，让我回去好好管教管教那不听话的儿媳妇。不听话就得打。我儿子现在可是和帝华谈项目的大老板，宋心儿他哪点配得上他呀？自己再不勤快点儿，迟早会被我赶出去的。三个十。自尊心如今吵架数不清，放任隔阂不断在累积。我的豆腐心做一个决定，所有热情都被耗尽，都快忘了我自己欢喜，都快忘了我自己就欢喜。
怎么在这儿？大小姐，你晕马路上被江少爷带回来的，我要回去。够了，这儿是你的家，你回哪儿去？你看你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你告诉我这是谁打的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不要插手我的家事。不让我插手，你就等着让他们打死啊！要不是天天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你在陈家过得这么差。你堂堂宋家大小姐，怎么像保姆一样伺候他们母子？这是我的事儿，和你无关。大小姐，你就听老爷一次吧。我也觉得那个陈凯特别不靠谱，花心又无能。我现在就回去。宋大小姐，你现在身体还没好，如果你实在想走的话，我送你。怎么是你？我可是刚救的，我可不想你现在刚醒就主动回去受苦。你就是江天灵，小时候和我订娃娃亲那个。你就是江天灵，小时候和我订娃娃亲那个。没错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没想到我未婚妻过得这么惨，我是不是来晚了？我已经结婚了，我们小时候的娃娃亲早就已经不算数了。结了婚也可以离婚呢，更何况你老公还是个人渣。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他。没想到我的未婚妻还是个恋爱脑。你知不知道你晕倒在马路边的时候，你老公正在房间里和别人寻欢作乐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这次让天灵回来，一方面让他协助你管理公司，另一方面你想让你顺势离开陈家。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当初让我走，现在又让我回来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大小姐，老爷有自己的苦衷。他有苦衷难道就不用考虑我的感受吗？什么事儿这么大动静啊？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装什么？背地里做了一些什么事情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姐姐，我怎么一回来就冤枉我呀？二十年前你妈带着你来破坏我的家庭，二十年后还要来破坏我另外一个家庭。宋恩雅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要总裁的位置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你装好人，这里不好打车。我说的事你考虑一下。考虑什么？离婚的事。江少爷，我再说一遍，请你不要干涉我的家庭和生活。你看看你还有一个大小姐的样子，这个千金大小姐满手都是假，你以为在陈家你能摆脱原生家庭的不幸？不好的人只会让你更加痛苦。够了，你回去吧。宋星啊，不就骂了几句，至于跑出去到现在都不回来吗？妈，你说你没事老挑到刺儿干嘛？哎，咱们现在好不容易攀上帝华这个高枝，下周我就要和帝华女总裁见面，你说你这么一闹，她愿不愿意帮我还是回事？我敢不帮？儿子，就他那副没你不行的样子，能回来呀？你好好劝劝他就得了。关键他现在电话也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，你说怎么办？现在才八点，估计过一会儿他自己都回来了，他也没地方去。哇，你跟妈透透点，你是不是和那位顾小姐好上？哇，你跟妈透透点，你是不是和那位顾小姐好上？嘘，妈，这事儿你可千万不敢让他知道。他现在还有一个家属，都不把他利用完了，一脚给踹了。是啊，我把这顾小姐娶回来呀，孝敬您。好好好，肯定是你晚点。陈凯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哎呦，星儿，星儿，你去哪儿了？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，你也不接，你急死我了。放心吧，死不了。不是，星儿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最近有点累了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哟，说你两句就矫情，都学会离家出走了呀？妈，您这叫说两句吗？平时你怎么对我的，自己心里清楚。妈，你打他了？我不就推了他一下吗？想让他长点记性罢了。妈，最
最近这段时间，你千万别惹他，听见没？你谁呀、啊？找我儿子吗？我找宋星儿。知道宋星儿的女人不简单，奸夫居然都找上门来了。好女人啊，你跟我老婆什么关系？她手机落我车上了，我只是来规划而已。我明白了，我老婆刚刚就跟你在一块了。嗯，对啊。这笨女人都被欺负成什么样样？不是，谁让你进来了？你跟我老婆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宋星儿那个小贱人，居然把外面的男人引进家里来，看我怎么教训他！你还是先管教管教你儿子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上来做什么？不做什么。啊？手机既然已经送到了，那你就可以走了。宋星啊，他到底是谁？你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？你敢给我儿子戴绿帽！你真是无法无天了！我没有出轨，这个男人我也不太熟。那天我在路上晕倒，他刚好救了我，就这么简单，仅此而已。反了你了！你背着我勾引男人就算了，还敢打我妈！你别以为你签个合同就可以在我们家撒野啊！日子无法过下去了，要是许晴敢打婆婆，离婚，今天必须跟我离婚！离，必须离！妈，崔妮的确是我不对，但是你也不能随便对我动手吧？我们是一家人啊，我身上大大小小的伤，哪一个不是万您所赐？你还冤枉起我来了？谁知道你身上那些印子是不是刚才那野男人做的？一副下贱样。还有啊，谁跟你是一家人呢？签，现在就签。陈凯，妈怎么说无所谓，我只想知道你的想法。我妈生我养我，这事我听我妈的。况且这次是你出轨在先，懂事点，好聚好散。她做出这么丢脸的事，还想好聚好散，门都没有！必须净身出户。陈家的一切都是我儿子辛辛苦苦打拼的，欠人家就立马滚。为所有爱执着的痛，为所有恨执着的伤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。你确定要和我离婚吗？不离，等着你给我戴绿帽子。凤英，我对你仁至义尽，签了字以后，不再。想到和你这个肮脏的女人丢失在一张床上，我就恶心。好，对你我算是死心了。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巴不得你永远别再进我陈家的门。我可以签，但是。我还有最后一个条件，装了这么久，果然图的是我陈家的钱。算了妈，你就让他说吧，毕竟是跟过我陈凯的女人，她只要不是狮子大开口，我都不会去。你放心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更不要你的房，我的条件很简单，明早就去民政局。既然已经决定了，那就不要拖泥带水。行。这还用你说？现在要不是民政局下班了，我现在就拉你俩过去。我准你走了吗？还有什么事？把你的脏东西收了带走，省得以后回来找借口，找这找那的，回来勾引我儿子。你放心，我既然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。还有我那些东西你看着办吧。都离了还把自个当陈家人呢，想让我帮你收拾垃圾门都没有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要是想我用过的东西碍眼扔掉就是了。我就等你说这句话。杏儿脾气不好，天理你要多担待一点。伯父您太客气了。当年我父亲痛死过山，是您救江家于水火之中，所以星儿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。好孩子，我一把老骨头，
命不久矣，就是我在死之前有个愿望，你一定答应我。我希望你能够娶了心，守护好她。照刚才那情况看，星儿很可能会被那家人为难。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看。妈，你是我儿子吧？还叫我妈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住手！哟，这昨天才签的离婚协议，今儿就忍不住让这奸夫来上门是吧？口口声声说你没出轨，你这嘴里有实话吗？老公，别叫李亲了，我们已经离婚，这不正好就顺了你意吗？赶紧带着这个奸夫滚出我家，从今往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抱歉啊，是我叫习惯了，我以后肯定会慢慢改掉的。至于是谁出轨，我想你心里面应该比我更清楚吧。清楚？清楚什么呀？好你个宋心儿，离婚了就恼羞成怒，污蔑儿子是吧？离婚了，正好懒得我费心。宋心儿这个善良人，当初怎么看上这种货色的？人你们不要，我可带走。宋心儿就是我儿子不要的破鞋，刚好一个奸夫，一个破鞋，你们两个可真是绝配。带走吧，别在这碍我眼。妈，别再说了，这等会邻居听见了，都该出来了，怪丢人的。他已经不是我们陈家人了，他爱跟哪个男人厮混啊，跟哪个男人厮混。儿子呀，你真是太善良了。你笑什么呀？哦，对了，我趁早提醒你一句，这宋星儿就是一个不会下蛋的女人，你跟他在一块儿，小心给断子绝孙。走吧，陈家的账。这货色，可是这么多东西怎么办呀？这些是陈家儿媳妇的东西，你一个堂堂的宋家大小姐，宋家的东西可比这好十倍呀！你怎么突然来找我呀？那不是怕你又被家暴？我怎么样？和你有关系吗？好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。我知道你接受不了我是你未来丈夫的身份，不过。你可以把我当做合作伙伴。谁要跟你合作了？因为你的对手不仅仅是陈家，还有宋家里的后妈和她的女儿。比起你前夫一家的蠢货，宋家的才是让你真正棘手的。是带你回宋家，还是给你安排一个新的住处？回宋家吧。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上车吧。老爷老爷，江少爷真把大小姐带回来了。还是天灵有本事。伯父，星儿，你终于可回来了，知道爸爸等这一天等了有多久吗？我回宋家不代表就会原谅你，还有先说好，我在公司做的任何决定你都不能干涉。陈家那边也用不着你替我出气，我有我自己的处理办法。陈家母子实在过分，你在他们家这几年过的什么日子？我当爸爸能咽下这口气吗？当初您送我出去给柯林那对母女腾地方的时候，您又是怎么做的？哎，说来说去都怨我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嫁给那种男人。既然已经回来了，爸爸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小宝贝儿，我来了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人家好想你。这想我还是想我的大宝贝儿？讨厌。这想我还是想我的大宝贝儿？讨厌。
当然想你了，人家可是等了你两天呢。对不起嘛，宝贝儿，今天家里的事儿刚处理完，让我的宝贝儿等着急。讨厌，怎么这么着急啊？哦，对对对，还真有正经事儿。我妈喊你去我家吃饭，亲自给你下厨。阿姨对我真好。我就对你不好了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呦，顾小姐来了。来来来，快请坐，菜已经备好了。是有什么喜事吗？哎呀，待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快坐快坐。哎，宋杏儿今天怎么没在家？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宋杏儿那个女人，你被我赶出家了，从今往后啊，跟我们陈家没有半点关系。小袁，我马上就可以给你娶回家了。是啊。我们家陈凯呀、啊，一直不喜欢那个女人，是那个女人一直死赖在我们家。现在呀、啊，终于给她轰走了。等过几天选个好日子，你们俩呀就快定下来吧。陈凯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喜事儿？怎么样，高兴吗？你怎么没跟我商量一下？你怎么没跟我商量一下？这不想着给你一个惊喜？况且这个宋星儿是净身出户。我们陈家的钱啊，一分都没少，你就等着嫁进来享清福吧。怎么样，高兴吗？高兴个屁！坏了我的好事，你知不知道？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每天让我冷落宋星儿吗？那我也没让你离婚啊。那你现在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这顿饭就跟你妈好好享用吧。你。喂，二小姐，陈凯那个蠢货坏了我们的计划，他提前把宋星儿赶出去了。什么？再说一遍。陈凯和宋星儿离婚了。废话，都是废话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来这顾家你是不想嫁了？我错了，二小姐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给你个地址，一个小时后过来。好。二小姐，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这里面啊有几个大老板，你只要陪其中任何一个人睡觉，这500万就是你的。这500万就是你的了。二小姐，我不能啊。怎么，你都跟陈凯睡了，还不能陪几个大老板啊？这睡一个是睡，睡两个也睡。再说了，顾源，你是什么人我再清楚不过了，少在这里给我装清高。这就对了，要不是宋星儿那个贱人，我也不会沦落到陪睡这种地步。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好，我听你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对付宋星儿？现在难了，之前还很顺利，毕竟我在宋氏安插的有人手。可现在那个江天林回来以后，处处帮着宋星儿，甚至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。江天林是谁啊？这你不用管，我有我的计划，你只要听我安排就是。还不赶紧进去！喝酒开心。王总，我在这儿等你。装什么呀，小娘们儿，我进来，我呀，让你尝个好东西。先生，这儿是公共厕所，不是你们家厕所。而且我上厕所不喜欢围观，这位女士可忍不住。你没事吧？嗯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好帅，好绅士，如果能认识这样的男人就好了。神经病啊，这里是男厕所。喂，妈妈，怎么还没出来呀、啊？情况怎么样啊？让我等着呢，这总裁架子可真够大的，
这次见面可是关乎你未来的前程，再等等吧，不着急啊。哟，你这扫把星怎么也在这儿？不会是特地赶过来搅和我儿子合作吧？这穿的怎么这么忙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破坏我儿子好事！你忘尊重点儿，怎么跟我们大小姐说话呢？什么大小姐？陆君兰，你追了个野男人，不知道怎么指哪一俩啊？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给我让开！就你一个丫鬟命，还在那跟我装，我就是不让，看你怎么给我捣乱！你多拦我一时，你儿子就会多等一刻。吹什么牛啊？连个地华的看门狗，还真敢自己跟主人了，恐怕连地华的门都进不去了，是吗？刘雷，刘雷，什么？宋翠兰，你到底什么身份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你口口声声瞧不起的儿媳妇儿，不仅是宋家大小姐，更是地华的总裁。什么？你这赔钱货！我不相信。事到如今也用不着你相信。曾经我给过你和陈凯机会，是你们不知道珍惜。如今我们走着瞧。舒管家，让他带着东西进来吧。进来吧，贺总已经功夫多时了。是你？哎，舒总啊，之前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您多有得罪，实在抱歉。抱歉什么？要知道我是总裁身边的人，就不和宋星儿离婚了是吗？哼，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够响啊！好在经过此事，总裁，你妈还清楚你的为人呢。什么？什么？你连这事儿你都告诉宋总了？这是我跟宋星儿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，况且这婚姻它不能代表我的事业。是宋星儿出轨在先，你不能因为你们两个是朋友问题，你就告诉宋总，让他对我产生不好的印象啊！好了，你别废话，要么进来，要么走人。宋总的时间很宝贵，不是你这种人浪费得起的。宋总，久仰大名。哦，感谢您给我这次机会。宋总。这也是我们公司啊未来几年的企业规划，还有我们之前做的几个项目。虽然我们公司啊做的这项目体量不大，但是我们公司做项目能力不属于任何大公司。那就给我介绍介绍贵司成功的项目。这是我们去年和你怎么了？接着说呀。宋星儿。你怎么坐在地华总裁的位置上？你好像忘了我姓宋，还是说你脑子一直这么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不是说你是孤儿，你怎么可能是宋家大小姐、地华总裁呢？就因为我无依无靠，所以你和你妈就可以毫无底线的欺负我吗？当初我付出一片真心，甚至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给你们机会，但终究是我错付了。当初要不是你出轨顾源，我还真下不了离婚的决定呢。宋总。哎呀，不怕，星儿，之前是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啊。陈凯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家带给我的伤可不是区区几句道歉就能够原谅的。你的软弱无能，还有你妈妈的虚荣势力，让我想起来就恶心。星儿，之前是我做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顾源，是顾源那个女人故意勾引我的。哎，我爱的人一直是你，这样你怎么找到都行。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。都说女人现实，没想到你这种男人更现实。求人总要有个求人的态度吧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行，你只要原谅我，我给你磕头就行。那你就磕，磕到我满意为止。对不起，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行。我都磕晕了，你不心疼吗？我复婚吧，我发现我不能没有你。够了，陈凯，你原谅我了。我没有原谅你，而是要跟你澄清一下。当初你和你妈一口一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别忘了，我不能生可都是你害的。好好好，
是我的问题，以后我跟妈呀再也不逼你生孩子了。这贵也贵啊，磕也磕了，要不你跟我回家。陈凯，你把地华当是祭祀庙了？这是我跟心儿之间的事儿，不用你管。你不是说我是他外面的人吗？要我们两个管？既然人带走，就是我的。你，哎，心儿。 我只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珍惜你。行了，可以给你一次机会。500万收购你的公司，你入职地华，从扫卫生间开始，你可给我的钱，你愿意吗？500万，我那公司市值最少5000万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陈凯，你还把我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呢？你公司的债务可不止500万，我对你已经够仁慈了，否则你就等着破产吃官司吧。 把你的脏手拿开，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你难道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书管家送客，请吧。儿子怎么样了？我没想到宋杏儿那女人居然是地华总裁。够了吧？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那个贱人要花500万收购公司，还要我去给她扫厕所？什么？这太过分了吧！这个贱人居然让你扫厕所，我正劝你找她要钞票。现在是要想办法去接近她，让她重新回到我身边。 你的意思是你真想去跟扫厕所，然后复婚？不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不是还要起诉人吗？妈，你就别提那个婚事。那个女人一肚子话说，哎，况且现在复婚不是你我同不同意问题，而是他妈的那个宋香根本就不原谅我。算了算了，我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。行行行，妈这次都听你的，只要能保住公司，保住我们陈家，怎么样都行。哎，扫厕所先回去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，阿姨？ 才几天不见，你怎么就对我这番态度了呀？别装了，我变脸哪有你变得快？我儿子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，我们陈家不欢迎。阿姨，别着急赶人啊，我倒是有办法让陈凯搬回宜城。你有办法？宋心儿这个女人心机深沉，一个地华大小姐，风穷赖在你们家，看着陈凯事业陷入危机也无动于衷，说不定这背后啊就是她的手笔。 是我小看了那个贱女人，正面冲突我们可斗不过她，而且我听说啊，今晚她会有大动作。你快告诉我，她今晚要干什么？我儿子在帝豪受了那么大的屈辱，我一定要为我儿子出了这口恶气。今晚宋家会举行一个宴会，邀请各地的上流人士参加，为的就是庆祝宋杏儿正式回归宋家，担任总裁一职。然后呢？ 到时肯定会有很多记者到现场，你说在万众瞩目的时刻，我们爆出他的黑料，到那个时候，他这个总裁之位才能坐得稳当。这倒是个好想法，不过他也没有什么黑料啊。回到富有的宋家，转身就抛下年事已高的婆婆和事业陷入低谷期的丈夫，结婚几年未给丈夫添下一儿半女，婚内家暴婆婆，难道这些就不算负面新闻吗？ 还是顾小姐聪明，到时候啊，你就装得可怜一点，可别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。能不能为陈凯讨回公道，就看你的了。好，就听你的。哎，秀儿，走吧，车在庄园外面等。哎，詹少爷，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？这要看你姐的意思。江少爷。 你跟我姐的婚约不是已经取消了吗？这种事儿还要看她同意。你们聊。星儿，星儿，装什么装？一个二手货还想勾搭江少爷，休想！江天林是我的。江少爷，我姐姐她脾气不太好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其实我就是想跟我姐姐一起出去做做造型，增进一下姐妹感情什么的。但是没想到姐姐她在外面待久了。 都不愿意跟我亲了。我倒是觉得星儿的脾气挺好的，不管以前的婚姻算不算数，我都会努力成为你的姐夫。江少爷，我姐她才刚离，也不知道心里有没有忘记我前姐夫呢。您确定要跟她重新开始？我跟星儿的事儿就不用管了，走吧。 哎，宋二小姐会开车吗？我会。
果然，男人都经不住女人撩，这我还在这呢，就忍不住你来我往了。那行，那宋二小姐吃吧，我比你也多会。哎，江少爷，我怕我开不好。放心吧，磕了碰了算了，我买的也保险。哎，口红给我换一个颜色，要那种清纯点的，楚楚动人的感觉。小姐，你已经够漂亮了，有眼光。哎，江少爷呢？哎，他早就换好衣服了，在那边呢。江少爷。啊，你帮我看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？还不错。那你喜欢吗？怎么样？这衣服挺适合你，还挺好看的，就像公主一样。你这套也很不错嘛，像个王子。那王子能牵公主的手。嗯，我。哎呀！哟，穿的这么花枝招展的，想勾引谁呀、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星儿，好歹我也是你妈妈，你这么说话有点不礼貌吧？请问您这么说话就礼貌了吗？好啊，姐姐，都是一家人，那么计较干什么？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姐姐。宋恩雅，你故意的？真不是，我就是这不小心。你给我滚出去！宋心儿，干什么你？我就是一条裙子嘛，你竟然敢跟我女儿动手！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是小时候那个不懂事的小女孩了。我警告你们两个，最好把你们那些阴暗的心思给我收起来，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，把你们赶出宋家。大小姐，宴会快开始了。哎，你裙子怎么了？没事，去帮我拿吧，姐夫。孙晶儿，你要干什么？要因为一条裙子就伤害我和我的女儿？现在里面可都是人，是这样做的，你就等着明天上热搜吧。你，来来来，剪刀。我警告你，你别乱来。放心吧，我还不至于为了报复你们两个搭上我自己。哎，等等，啊，你个宋心儿。这条裙子可是知名设计师的得意作品，只借不卖的。你这样说剪就给剪了，到时候江少爷怎么跟店里交代啊？难不成让江少爷替你赔钱？你就是这么勾引男人的是吧？谁告诉你我勾引的？还有，这裙子我自己赔得起，甚至能让设计师做出十条一模一样。至于妹妹你，别忘了我才是宋家掌权人，扫兴我一个不高兴，你就会被逐出家门。心儿。你太不要脸了！好了好了，我看他就是疯了。我们走。夫人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如果这话传到老爷耳朵，别说二小姐，恐怕是您都被赶成动物。好、哦、你个看门狗，仗着宋心儿回来给你撑腰，就敢对我跟我妈不敬了是吧？你们给我等着！大小姐，那裙怎么办？不用办。宋伯父可是交代我要好好照顾好你，我可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。那我先进去了。你这个后妈和妹妹还挺安分。不用你插手。你这样说我可就伤心了。行，我知道你现在不接纳我，但是我是站在你这边，谁欺负你就是跟我江天林作对。我妈生我养我，我不疼。难道站在你这个外人面前？江天灵，我现在确实不能接纳你，毕竟上一段感情的伤痛我还没有走出来，但是我会试着慢慢接受你的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走吧，把裙子处理了。来来，静一静。怎么是他？为什么所有好事都被这个贱人占？等着吧，待会儿我就要看着你一败涂地。我没看错吧？那不是宋星儿吗？她居然真的是宋家大小姐，地华新总裁。那她和陈凯是怎么回事？她现在怎么挽着别的男人？快给陈凯发信息，让他过来。
宋星儿，给我倒杯水。宋星儿，怎么又忘了？我早就跟星儿离婚了。妈，妈，怎么妈也不在？这么晚去哪儿了？真是一花之才，还和个帅哥卿卿我的，你不会被甩了吧？宋星儿、江天宁，你们这种狗男女！吴小姐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，后生可畏啊！做生意上，我们还需要宋小姐的努努提前。哎，大家一块敬一杯啊！来，哎，来，这是自然，毕竟各位都是帝华的老伙伴了。以后还需要大家多照顾，我们一起共创辉煌。来，干杯！天灵也回来了，这几年不见更是帅气了，跟星儿站在一起真是般配啊，真般配、啊。妈，星儿，好久不见啊，来喝一杯吧。好久不见啊。宋星儿，宋星儿人呢？快过来！还是我女儿聪明，知道借蠢货的手解决宋星儿这个麻烦。今晚只要闹起来，宋星儿名声就臭了。妈，等宋星儿被逼到绝境，我就去救场，让大家看看这宋家到底是哪个女儿才能成气候。这到时候啊，父亲碍于舆论，怎么着也得给我个一席之位吧。放心吧，女儿，今晚在场啊，有一半是帝华的股东，我都已经打点好了。到时候啊，我们一起弹劾宋星儿。推你上位，宋星儿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们陈家白养你这么多年。把你的手拿开！大家看啊，宋星儿就是和这个野男人狼狈为奸，把我儿子逼得天天出去卖春。陈凯他妈怎么来了？对呀，这看来宋星儿也不是个好货呀，也不是个清白的人呐。嗯，我之前和宋小姐的老公有过业务往来，宋小姐已婚，那可是千真万确。不知道后来是不是嫌弃婆家穷，这才又勾搭上了江少爷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，亏我刚才还想去巴结他。看，婆婆都追到这儿来了，估计啊还做了更过分的事儿呢。你有话就好好说，一上来就动手打人，这样我就叫保安请你出去。看看，急眼了吧？还想把我赶出去？是怕我把你们的事情抖出去吗？大家都来评评理啊！有什么事我们私下说，非要弄得这么难看吗？你也知道你做的事情难堪，我偏要在这里说。外表光鲜亮丽的宋家大小姐宋星儿，刚毕业就骗我儿子结婚，婚后天天在家好吃懒做。我儿子在外辛苦赚钱，我呢在家伺候他。可他呢稍有不顺就打骂我这个当婆婆的，这些我都忍了。她毕竟是我儿媳妇，她倒好，竟然当着我儿子的面和这个野男人走了，还逼着我儿子离婚，连我儿子的公司都不放过。说够了没有？撒野也要看地方。帝华总裁竟然是这样的人，那以后我的合作还能放心交给这样的人吗？对呀、啊，宋总，您真的要抛夫弃家吗？你们看，这就是他和我儿子的结婚照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去，是个大新闻呐！明天热搜肯定得爆。星儿，你父亲年龄大了，这件事儿我们就不必再惊动他了。但是你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呀、啊！这么多家媒体，我们要怎么收场啊？是啊，星儿太年轻气盛了，所以我觉得总裁这个位置应该重新选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是宋家二小姐，也就是宋星儿的妹妹。这些年啊，姐姐一直在外生活，留下我跟我母亲独自帮父亲打理军事。现在姐姐突然回来了，我跟我母亲也是毫无怨言的在背后默默支持她。可是没想到啊，今天居然出了这么大的丑事儿。我替姐姐跟大家道歉了。宋二小姐知书达理，我看比宋星儿啊更加适合帝华总裁的位置。嗯，我觉得也是啊。我复议，我也同意重新选举新总裁。我也正有此意，帝华四十年的根基不能因为宋星儿一个人而动摇，我们一定要支持宋二小姐。支持。宋小姐，对股东的发言你有什么想法吗？
还有江少爷，现在这种情况，您还要继续站在宋星儿小姐身后吗？是，但仅凭一人之词，我是不会怀疑我的伴侣的。我会选择继续支持，相信今天有人在这个宴会上闹事儿，我和星儿会把事情原委查出来，给大家一个说法。首先，我很感谢大家来参加这场宴会，也很感谢坚定不移相信我的。其次，既然有人想把这件事闹大，那我宋星儿绝对会奉陪到底。大家不要被他这副样子给骗了，宋星儿这个女人可怕的很，白的都能被他说成黑的。我看你说的是你自己的，颠倒是非我可学不会，但是我可以用证据说话。没错，我的确和他的儿子陈凯结婚三年，不过就在几天前已经离婚。果然结果不正，看来陈凯用钱说的都是真的。他和江少爷怎么回事？真出轨吧？我猜肯定会有人说我是为了碧华总裁的位置才离婚的，但其实恰恰相反，在这三年里，我的父亲一直让管家来找我，劝我回去继承家业，但我为了前夫和婆婆，为了这个可笑的婚姻和家庭，我一直都没有答应。可是这个女人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她的家人，而是她陈家的免费保姆。你胡说！我有证据，既然她都不嫌丢人，让我放给大家看看。管家，大家都看清楚了吗？出轨和施暴到底是谁？好啊，宋星儿，你既然在家里装了监控，从你第一次打我开始就装了监控。要不是你做的这些事儿，能被我录下来吗？宋星儿，你不该老死！我住手！保安，把他给拉出去！哥，宋星儿，放过你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对此，我不再做任何解释，这场闹剧就到此为止。至于明天，我不想看到关于我们宋家私事的任何新闻，否则我将会用法律武器维权到底。哎，江少爷，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真相是这样子的，我也是被他骗了呀，江少爷。所以你才想抢走你姐姐的总裁位置，联合所有人诋毁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会伤害姐姐呢？就是，还是那句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站在宋星儿身边。还有，告诉你和你妈挪用帝华的钱的事情，我已经查出来了。什么阴招，尽管使出来。自为之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明明做的天衣无缝。宋星儿不说，但不代表他和淑敏不知道吗？他只不过是念在宋国富的面子上，想放了，所以我劝你们好自为之，趁早收拾，则后果自负责。女儿，你怎么了？季天林跟你说什么了？妈，我们做的所有事儿都被发现了，啊，怎么办啊？你也晚了，全晚了。啊，都好。星儿，我有话直说，我没时间跟你浪费。星儿，你就一点旧情都不念吗？我妈去大闹宴会厅那天，我真不知道。况且她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哎，我要好好反思我了。你能不能放过我们呀？反思？我看你是被追债追到无处可躲了吧？你之前不是说要花500万收购我们公司吗？还说每个月给我5000块钱，让我来上班。不用5000，3000就行。我立马来帝华上班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收购了。1000或许还可以挽救，现在不过就是个空壳子。我没有义务帮你收拾烂摊子。是啊，你是帝华总裁，这动动手指就能拿500万的事。你不能扛着逼上绝境啊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不用了，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联系，更不想再看见你，给我滚出去。你今天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
别动，别跟着！我让你们别跟着！陈凯，你冷静一点！钟警官，你们居然敢报警！我跟你同归于尽！星儿，你醒了？我好像睡了好久，现在几点了？你已经断断续续睡了24小时了，现在是第二天早晨了，你不用害怕，陈凯已经被警方逮捕了。他也算是自作自受了。等你出院了，咱们就订婚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伯父。大小姐，你醒了，老爷真的很担心你，非让我过来带他看看。爸，我没事了。天灵啊，辛苦你了，一夜没睡，在这儿照顾星儿。你一夜没睡？对啊，大小姐，他一天都在守着你，生怕你再出一点意外。伯父，我已经想好了，等星儿的病养好之后，我就让我父母回国商量我们两个订婚的事儿。哎，太好了，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。爸，可是那柯林和宋恩雅他们……别提他们母女，这么多年来他们在宋家养尊处优，却一门心思谋权夺利。是我老糊涂了，我准备把他们送出国，手续都办好了。虽然他们没安好心，但是也好在没酿成大错。可怜阿姨也照顾您大半辈子了，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要不要出国就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吧。你呀，就是和你母亲一样太善良了，总是替别人考虑。伯父，我赞同星儿的想法，毕竟他们也是您的家人啊。好吧，就照你们说的做吧。这么快就让你拐走了？哎，你可别冤枉我啊！我本身呢是想先跟你订婚，把你绑在我身边，没想到我爸妈比我还着急，就直接让咱们结婚了。不愿意啊？说什么呢？我要是不愿意，怎么会来给你试婚纱呀？要不是你前夫把你推入我怀中，我还娶不到这么优秀的老婆。开什么玩笑？你会娶不到老婆？我才不信。我说的意思是，我娶不到这么优秀的老婆。想想我们那时候明明也没见过几次面，你为什么就这么坚定的选择我了呢？其实我们小时候见了，当时我们家出了事儿，我父母带我来找宋伯父，当时呢你就在角落里玩玩具，你看到我之后就把我叫过去分享你的玩具。你就是那个？对，当时你还安慰我，让我不要担心。其实我就觉得你就像一个公主一样，我想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可后来出了一些状况，你也离开了宋家，我也出了国。等再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是你最落魄的样子。说起来也是缘分，我们都见过了彼此最难看的一面。这说明上天注定让我们在一起。时间也拿早了吗？你们好了。来，微笑，对，微笑，来，好，来，很好，来，先拿四五路，仰望天空，3、2、1，开始。